样，就是直播间的小伙伴们，你们有关于这个公屏上的问题兰兰没有及时回复到的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，就大家要多多体谅一点。兰兰在榜一，只要你给我私信，下播之后所有的私信我都会给大家进行回复的，好不好？直播间如果没有回复到的，大家多多包涵一下。这个是 RS5 的一个轮毂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 RS5 的一个轮毂，看看 RS5 的发动机。发动机它就是一个六缸的双涡轮，对，我给你们打开看一下啊。三万的福利刚刚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？我有点掰不开，而且这个可能好像是开着的吧，因为它在充电啊。我说的呢，我说的呢，在充电，这要是硬给掰还给掰坏了呢。这咋的了？它这个会有点难看，用指甲整劈了，又劈了，就给为了给你们看呢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 S5 的这个一个六缸的一个发动机，看一下后面那个是 S6 吧，你们都可识货了呢，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都可识货了？连什么 S6 啊，还有我们这个 S5 啊，还有这 SQ5 啊，你们看一眼车型就都能看得出来哈。对，没有点关注的我们点一波关注啊。这个是我们奥迪的 RS5 现车一枚，还有包括我们的 RS6 RS7 RSQ8 R8 S8 都有啊。哎呀，我怎么那个有点上不来气儿了呢，咋的了呢？我这车面我也不知道你咋的了。哎呀，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无边框的一个车门，这个车落地要多少？这个车的落地的价格的话，大概是在90左右吧，差不多。说咱大姨这车门插的是锃亮，是不是？鞋还没送过来呢。是的呢，我问一下他来没有。着急了是吗，小伙伴们？你们点到五万赞呢？五万赞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这个S5 的一个内饰，给大家看一下 S5 的一个内饰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自己开的是，再来一次。我自己开的不是奥迪车型啊，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碳纤维，碳内这样的一个碳内。没有点关注的我们点一波关注了啊。等一会儿如果你们来试乘试驾感受的话，你踩一踩油门，它都会是一个运动主属的一个彩虹灯。咋这么卡呀？不卡呀，我这里没显示卡呀。